如何在 ProfFace 设置商家基本业务信息。第二部分，在设置商家基本业务信息的第二部分，我们将指导您如何编辑公司信息，上传照片和视频。在 About， 您可以编辑和更新之前在 ProPF 所填写的商家信息。点击 Company Name， 您可以在这里编辑公司名称、公司标志和上传公司文件。点击 Address or Location， 设置、编辑或添加营业地址或其他分行的地址。点击 Business Hours， 设置或编辑您的营业时间。点击 Contact， 设置或更新联系人、公司电话号码和公司邮箱地址。点击 External Link， 设置或更新您的公司官方网站、Facebook、Instagram 或者微信官方账号。在 Photo，您可以编辑和更新之前在 ProPF 所上传的照片，您可以填写或更新有关照片的描述。在 Video， 您可以编辑和更新之前在 ProPF 所上传的视频，将 YouTube 视频链接复制并粘贴在框里。您已成功设置第二部分的商家基本信息。 Puppy